这条是凤雨路啊，凤雨路，这条是凤雨路，这里面有个星星花店的，星星花店，然后这里是加油站，那个地方抓电动车，那个地方，如果你走这外面的话就被抓掉，但是我很郁闷了、啊，这个地方大家看看，这地方啊，我从那个岔路口，从那个那边房子那边的路口过来以后，那边有时候有车挡着，就不方便从这里走上去。然后我就走在外面了，因为这不是主干道，这不是主干道，应该不抓才对的。如果主干道抓的话还可以，但是不是主干道他也抓，我觉得很郁闷。所以说大家走的时候要小心点，抓到一次200块钱。他会在那个地方抓，人行道那个地方，我走到外面，他就两个人在那里，一过去被他围住就200块钱。